请张医生来给我们解读一下，就李治廷他的身体素质是怎么样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海的王子颈椎有点小问题，曲度不是很好，是吧？就所以在你健身的时候啊，颈部应该注意保护。明白，明白。你颈椎是一直有这个问题吗？一直有这个问题。我现在医生说我的颈椎基本上是个60岁的颈椎。这么严重？因为我从大学又是就书呆子，然后做音乐的时候又是低着头，然后读剧本什么之后我没有离开过低头。那时候又是长发是吧？没事就。对，而且弹吉他都是这样。别提一下，他们肯定会搜那些图，这贼丑。